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近日在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在墨西哥实施干涉行为及开展间谍活动。洛佩斯称，美国毒品管制局在未经墨政府授权情况下渗透当地贩毒集团，这是一种侮辱性、傲慢的干涉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洛佩斯还提及美国媒体有关美国在墨开展间谍活动的报道。他表示，美国不应利用间谍活动调查墨安全机构，甚至将信息泄露给媒体。近期，疑似美军泄密文件显示，美国情报机构不仅窃听墨西哥贩毒集团，还可能窃听墨西哥军队。Pues tenemos ya que cuidar también nuestra información por seguridad nacional. Ya tomé esa decisión y vamos a cuidar ya la información de la Secretaría de Marina y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porque estamos siendo objeto de espionaje del Pentágono. 洛佩斯表示，墨美安全问题合作的前提是保证墨西哥公共安全。他还指出，墨西哥政府致力于打击毒品贩运，不过一些犯罪组织仍继续在美国活动。他说，美国也需审视其禁毒策略，以直面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吸毒问题的根本原因。洛佩斯当天晚些时候还召见了美国驻墨大使肯·萨拉扎，表明墨方不能接受美方贩毒特工在墨西哥开展行动。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此前也曾强调，美国政府在墨西哥境内打击贩毒集团时必须同墨方合作，绝不允许墨西哥主权遭侵犯。